谢谢，哇，是你的人生中的第三座，是第三座。其实我没有什么把握，因为今年制度改变哈、就是入围有39位，这么多，竞争非常激烈，非常激烈，而且是每个人给投10票哈，所以我就没有把握了。所以可是听到欧轩在讲说，哎，我上节目，他很怕，他叫我讲福建话，哎，我想是我了，因为他上972嘛，就中了，就是你了，就是那一刻就懂了。对，然后呢，建彬大哥也会实现你的这个承诺吗？那个飞机票，那网友很期待哈。我明天晚上8点，Facebook Live， 我的 Facebook Mark Shin， 我会抽出第一奖双人韩国游，哎，价值4000块啊！第二奖双人江南游，价值2500块，还有5份，游艇啊，每一份都价值200块。游艇、啊、送整个游艇啊？不是，哇，是去游艇玩了、啊，送游艇，我陪着他们去一起玩。哦，这个更有价值，啊、游艇太贵啊！还有对对我餐厅天天有余的餐券，哎呦，100块5份。哎，哇，斌哥的大手笔，这实至名归啦！再次恭喜，很有人气，恭喜恭喜！恭喜你。